啊、哦，我原本只是打算开个聊天台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玩什么。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说，现在聊天台很多，你很多东西可以参考，那个水水影片啊什么。哎，那你觉得我刚提出来的企划怎么样？就是直接就找刚哥了。不是找刚哥那个，你也不能一直找，能一直找，你的身体也顶不住，你又不是刚哥。没有，没干嘛，没干嘛，忘年之交。一个三个孩子的爸，好啦，我跟你讲啊，也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我现在忙就帮你想那个企划了。刚哥刚好在228有北流的那个粉丝见面会户外台，然后在那个跟刚哥见面完以后，在无缝接轨三月出发暗黑行，没有暗黑行，很白，我们很白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没有暗黑。暗黑世界又怎么了？不能玩暗黑世界哦。暗黑世界今年暴雪要出新的啊，暗黑行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暗黑世界。Good night.